我是想说他可以对战我才买啊，不然我玩普通猫咪大战争就好了。我猫咪大战争2010年的时候，我就把2050年之后的东西都领完了。罐头都收到2050之后了，那就是西元19的，全部都把它收光光喽，没油水可榨喽。哎，罐头收爽爽，不需要油水喽。哎呀，中文吗？理论上应该是要有中文。动画哎、欸，叮叮叮叮叮，汪汪汪！你说动画根本就看不懂在干嘛？萌中，这很久之前了，有吗？前天才出哎、欸，发行日期11月9号。我们那是有测试版呢、啊，可能之前是测试版的、啊、哦，改远了在这里。为什么现在字都要做这么小？告诉你，我到时候剑指三国那个字一定最大，1920×1080。这是哪一条？这是分道，这是分的有点小。是吧？游玩教程不需要。哦，这位一大师还在飞呢。你还在看一大师在飞哦？嗯，累。字体就是大、超大跟超级超级大。这可设定可以调大，我正在就把它调大。我先开房，仅限好友，有没有那个？是否开启强制物品分享？我觉得这个得开启。有道理。真的有道理。有了，右上角可以粘 ID， 我贴了。你看评论说会闪退，我刚刚已经闪退了。没中文就对了。有中文啊。画面的右上角，主标题的右上角改国旗。我的老天啊，竟然在这个地方啊！嗯，图像使用其他 UI 字体，再去改吧。OK， 闪退。我刚一改，马上就闪退，但重登应该就好了，大概。开始本地合作，开始在线加入大厅哦、喔，应该加入大厅了。开始那边要我学这个新手教学，哎、欸，闪退了。我也是一按跳过新手教学就会闪退一次。哎呦，真的，这个字，我现在4K 大屏幕我都看不到他在写什么。这个数字要在哪里输入啊？应该在加入大厅那里吧。不然你点右上角的大厅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加入剪贴版内的大厅。嗯，然后这很经典。对对对，这就之前那个。加入剪贴啊，来喽！哎，有了，我来了。哔哩哔哩上面的你用完就不会闪退了，没差，等闪退了再说啊。我看一下，哎，对，老角色女猎人加一只指挥官，我玩女猎人好了。啊，又是二选一而已啊。嗯，这只至少可以换颜色了。他这次好像开了很多职业。
女猎人是那个弓箭手。其实二代也很多哎、欸，二代后面有那个恐龙机器人，有毒的，有毒的花。那、啊、你们怎么全部玩那个啊？这个双枪很爽啊。那个二代都不爽，一代感觉也不会爽。怎么这么小啊？我的人是怎样啊？真的超级小是这样。什么概念啊？我确实是真的把它搞大了。而且我怎么动啊？我选那个 classical， 动不了、欸那。那你应该是上下左右吧？哦、切到术法了，输、嗯。哎、欸，不能瞄准了，我只能左右攻击、欸。这不能小小小小 CS 哦。不能跳吗？可以啊，空白键，我是空白键、欸。自动追踪哦。对、欸。不能瞄准，那也不需要滑鼠啊。我换一下，跳，不会摔。哎、我不能在这里攻击，好、像他是只能平面攻击的。炮在。上面那个上下左右。我先前进，帮你们看一下，探个路。出现 cold arrow。cold arrow。放掉，激活传送器，它要传出去。哎呦，针筒哎！这怪怎么这么小？怪怎么样？是真的超级小，是一个蚂蚁。针筒哇！好啊，第一段的，我们要出去吗？哎，对，我已经被你死了呢。我变机器人了，哎，我死了，还有得玩呢。这个怪超强的。哇、嗯！我看右上角加超级简单的，那可能有点怪怪的。哎、欸，至少这一代死了还有得玩。爆头靴，你应该连回来了。他只能平面射击。哦，爆头靴是这样。农民谷，那重开啊，重开啊！我顺便改这个字。太恐怖了！农民谷图像使用其他 UI 字体，有了，变大了，太好了！你们去那个设置图像使用其他字体会好一点。有哎、欸，变大了。我想要角色变大了。角色变大，那可能他应该就是那么大。等是怎么样？做那么小是比较好做还是怎么样？为什么要搞那么小？角色变大要调 UI 倍率调两倍、哦、角色也可以变大、哦。哈，我拿去调一下好了。我觉得有点小。UI， 我是觉得还好了。会，别开中文游戏会崩溃，应该是不会吧？帮我也去调一下，缩放比率已经最大了、欸。最高就到 2.1 啊，噔噔噔，咚咚咚咚，你要是刚刚那个吗？没有，我重开了，佳佳，这游戏有新的东西了，这游戏现在前几天才出啊。啊，白痴，你记得继续下载，不然你等会卡住。来喽 ，OK， 启动。
30几%啦。弓箭手，机刃飞刀每次可以弹射。我怎么被 P2 了？哎、欸，他的弓箭手没有像二代一样有那个自动追踪哎、欸，造成60%伤害。哦，是火力压制，腿飞。他是没有，哎呦哎、欸，变大了、欸，变大了吗？嗯，啊，我完全没有感觉的。人物大，人物没有，人物没有，他只是缩放的比例变大而已。让你感觉有变大了，我没有办法两段跳，我技能是瞬间移动。先要改一下设定，这空白键。开始赚钱，太习惯。A 是什么技能 ？A 是蓄力键。升级了，我都没做。经验是共享的。嗯，跟那个一样吧。开启容器。回九滴，好啊，丁丁你就继续站着， okay. 你快被打死了。没有，我再瞧一下控制棒，不太习惯。哎、欸，那个、欸，这叫什么？我看一下。Boss 啊，三只挑战。三只挑战，好啊，开啊！哎、欸，怪物会爬绳子哎、欸。三只挑战之后开了吗？开了，开了，它三个网，大概就是有三个网。哎、欸，我刮到了，不爽。刮掉现在要多少钱？7块哦。对。哦。拿到一个道具装备箱，回旋刃。好像要往前了，是不是？又得刮掉了，我都截图。哎、欸，保我一下，我调一下设定。他这卡在空中要怎么办？靠！我、啊、靠！在空中好像有个多的装备。哎、欸，这个跳下去会死吗？不会不会，他不会扣血。注意哦。有哎、欸，我也刮到了、欸、烟花。我这里有三只挑战。开开开开开！这个没有人要是不是？啊，那时候多的。哎、欸，无人机修理包，很多水母呢。哎、欸，我救的不见了、欸，它不是换掉，也是整个不见了、欸。哭啊！我原本那个回力标很强哎、欸。我是不是爆聘啊？为什么这么快？应该是不会。他快就是。哦，特斯拉电圈呢、欸？强。是那个走一走会发电的那个，是不是？哇、嗯哦，有哎、欸，这看起来很 chill 嘞、欸。什么无人机都还要买啊？我们下去啊？对啊，这边要怎么办？这个应该是就是场景而已吧。怪物日志。地图在哪里啊？欸、特斯拉电圈是传说是不是？应该是。它是传说，是这样。哎、欸，往上，我这里没有路了。我往右上有看到三只挑战，右三只挑战、哦、有那个王，有没有那个王，应该是那个王啊，王王的地摊、欸。在我们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精英怪，精英怪，这个先打。哎、欸，这个还可以卡他的、欸，这个螃蟹没掉了。那要怎么办？我要再下去是不是？你刚不是在打他？我看那个螃蟹扣血。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你说也是螃蟹在打我哎、欸。”对啊。啊，火星开完、okay. 啊！哇，哎、欸，这个人他妈的卡我这个绳子了，怎么？哎、欸、靠，大水母来了、欸，真的、欸！那个吧，大水母吧，三只是不是？大水母。哦，我们开两个三只挑战，他应该会有6只吗？所以三小啦，他。他一直压你走位，那个。对啊，他太狗了吧？好，为什么卡弓箭手可以边打边拉，是不是？哦 ，OK， 我快死了。哎、欸，这个绿色，还跳下，让我跳下去啊！哇，这什么东西？救命啊！绿色鬼火，还有超大螃蟹，大水母来喽！有没有补血的？为什么一直追我啊？哭啊！我
是啊，大白你一直你一直跑，他好像也追不到。哎，乌克丽丽，哎，我看到了。等一下，我要乌克丽丽，我要乌克丽丽。哎，对，最好你就把两个捡走。不是，另外那个是怪物日志哦，我只捡乌克丽丽哦。哭啊，我没装备啊。我也没有啊，我只有乌克丽丽啊。你不是有强制分享那个吗？怎么变成大家都没有？哎，对，都强制分享。没啊，没开那个。哎，上面有个倒数，该不要走了吧？要嘞，五秒，头上啊！我赶快买，赶快买，应该是那个吧？知道了，应该是那个占领那个之前的、那個。哦，他现在可以买啊，现在可以买啊！召唤持有奖励的小恶魔，是吗？得在时间内把他们全部干掉、欸！哎，有我感受到了、哦。那个时候，这个时间点，我身上很多钱，但都没有宝箱啊。嗯，我现在身上有很多钱。哎、欸，大凯，这里多一个装备，丢一个灯笼出来。对，我下去。来喽！哎、欸，过关怎么没有掉那个？没有东西吗？没给吗？没宝物啊，这魔方的没宝箱可以开、欸。哦，这是黄金胸针哦。哦，这啥、啊？哦，我 ready 了、嗯，直接去下一关开吧。啊，下一关。我 ready。哎、欸，怪太深了、欸，感觉要。先灵地、欸，他补血是不是？我满嘞、欸，满血。你都满血了。一切都不，哦，哦，哎，一箱220，哎，这个不是保掉的、哦，这个机器是谁？这怎么有见到这个人跑出来了？这个箱不能开是为什么？哦，我没看过这个的，为什么我没有钱啊？钱会被做经验不是吗？哇，钱变成经验值了。哎、啊，怎么第二关就没有上次是巨人呐、啊？巨人、欸啊，那不是很后面吗？那个之前要到第三还是第四章才有。哦，回血，真爆裂真劲，有怪，有一道光哎、欸。哦，原来丁义也是弓箭手啊。好。上面怎么射不到的？我说平衡一下。哎呦，有那个小石巨人哎、欸！哎呀，我来拔掉了，是吧？辅助技能多一次，哎、多两次。特斯拉电圈哎、欸！哎呀 ，OK， 对，有个黄色的，为什么有黄色的巨人啊？搞啥、啊？那个很猛哎、欸！没有了。哎、欸，这一代最有用的东西感觉是羽毛哎、欸，我可以断跳哎、欸，救我啊！我觉得理论上每一代最有用应该都是羽毛。他死了，他死了。可以把怪引到楼下去。哎、欸，撞到怪 是不会扣血、啊，你撞到怪会扣血吗？会啊。真假？我看一下，我撞看。我好像要好像不会、欸，要被他攻击才会、欸。哦。哎、欸，我一直在扣血是中毒了，是不是啊？还是被鬼火打到？那鬼火会中毒是不是？可以，五个道具，好、哦，这真的会爆拼的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！大海，此时就该打开你的 Shop Shark VPN。没错，请输入我的优惠码。最好的连线。没错。哎、欸，这里是打王哎、欸，你们 ready 就过来吧。大哥，好开了，来了，九十秒，还是好这一次在先、那個，对，第一把那个青铜钟啊，偷走了，哎、欸，这里危险嘞，我靠，哇，青铜钟直接变成一堆巨人了嘞，没事啊，哈哈，我会死，那就去，我是硬到不行了，我现在有吸血加那个，哎呦，太恐怖了，这个巨人也太强了吧。靠！有这个变色，哎、欸，变色巨人，这什么巨人？不怕，不怕，不怕！
蓝色巨人，蓝色巨人太痛了。还有这个小白人是怎么样啊？我真菌蘑菇，但他没有显示出那个。你都没有显示出那个范围啊？那个对啊，哎，我拔了。巨人，我被巨人草杀死哎、欸！你们都死了。巨人太痛了、啊。我还活着，我还活着。我会帮你们啊。这边都是精英巨人。坚持住90秒，这么久、啊，解决了，解决了吧？我这没、掉下来都是扣血，我好像扣123，还是那是我踩到怪。你们刚好被打到吗？哎、欸，对，是我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还在跳一次。坚持住！坚持住！我这个吸血量超级浮夸、欸，我根本不会死。我再踩一下他。机器人，听我号令、欸。会啦，会扣血啦。摔倒会叫会扣血啊？会扣血。听起来没什么感觉。就扣的不多。无人机上面，在上面，在那个最上面那里还有。还有东西买吗？没有就出发了。嗯，没有啦，走啦。帮看。为什么头上有个旗子啊？什么情况啊？我走了。拿到那个升级旗吧。沉默墓园，水下墓园，跳水，这是买装备。你们都有装备了吗？为什么我说靠啊？对耶，这游戏有花牛哎，钱带不走。对啊，好，大概你刚刚还想存钱啊？嗯，对啊，想说这有个600块的，就我现在没钱。哎，我看到我找到网那个嘞，有水中世界，我可以开网哦。要不然直接开啊，直接开啊！感觉他这一代能买的东西好像不多，可以先开。漫游是漫游，就在我这里。漫游者会配一些白痴狼人，不是吗？嗯，大海怎么在下面？我漫游者很多开那个传送器啊，传送器在下面。啊，我想说要回去打我。我无限风筝嘞，我超强。这漫游者不会炸全图哎。哦，这个瞬移鬼很白痴呢。这个小人，我是猛的不行啊，还是单吃？我现在单吃了，感觉确实可以单吃的。我们就是刷刷怪咯，啊，不赚钱呢。你们都没在打？完蛋，没有啊，我没。你在清小怪？对啊，那精英怪超多的呢。这个灯笼到底有什么效果？完蛋！我一堆脑花水母。我有怪在跳。那我装技能。撑不住了，我撑不住了。OK， 解决了。这个鞭子我值得拥有。玻璃战斗都高速移动，我要去买东西了，快撑不住了。嗯，哎呀，我也感觉我的速度真的快顶不住了。感觉你们没吸血，确实是顶不住了。哎，乌克丽丽完全没血能力，有几率发射追击炮弹。我来保掉。我靠，我有个传送门哦、啊。还存了个600块箱，提高跳跃高度并降低重力效果。哎，对，里面怎么有个王啊？那边有路吗？来，降低毒师、欸，哎、欸，那是解锁恐龙哦、喔。这个应该是那个恐龙吧？没有，他你掉下去，他要把你船上了。船上，再见。哎、欸，好呀，不是这个。哎，对他把我黏住了。记得那次就叫呛鼻毒师，哎、啊，哭啊，靠背啊，嘿，对，我呛鼻毒师还没打死你就完喽，完了，哎呀，呛鼻毒师就剩100多，喂，这把定义的锅，好啊，我很突然就按了，哦，不是，我失误啊，定义再高，就是上面还一大堆箱子没开，没事，小问题。
我们等一下会回来找到他了。OK， 我现在超废的。对啊，我也觉得我好废哦。我想买啊，我想买这个钱包好了。这个钱包看起来我也没什么装备。哎呦，岩浆的扣血，我看到了。我第一，我炮长哦。跳得不高，哎，王哥上面呢？完了，救我！哭啊，这个怪太强了。对啊，完蛋了，我打不动这个精英怪太多了呀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雪地，这个雪地就跟那个二代的雪地一样猛嘞。别雪地啊！我快被这个精英怪干掉了。啊、这一关就叫雪地啊！啊！哎，你被鸟人干掉了。好，我建议我们速速打王。哎还有会飞的，哎、欸，还有会飞的。开王，开王，开王，开王！不瞄了、啊，我变。开开开开开！出来！太痛了。没事，我哎、欸，这两只猪好像很笨哎、欸。我变无人机过来拯救你们啊！欸、你们还可以无伤扁这只猪吗？那、欸、是两只愚蠢的猪，是不是？啊、哦，对。啊，我的机器都坏了。哎、欸，他没有鸟人啊，他没有鸟人啊！完了，我要被鸟人咬死啦！哎呀，哎、欸，鸟、啊、鸟人太凶了。你们那个也是会死的。会、哦、啊，真的会啊、哦，这个会死哦。好啊，哎、欸、我，哎、欸，好啊，丁一克，我已经属了哦，我是个属人哦。有那个潜行者了，那个应该是狙击手吧？怪，我感觉没什么输啊，我就感觉我打个怪超痒的、啊。我觉得这角色，我这角色真的是有够烂的。对啊，是角色的问题吗？我决定要换这个人，我受不了了。盗贼是大海以前常玩那个，是不是？盗贼是？你有开心职业啊？我有开心职业啊。我没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有？对啊，可以。那女猎人不是自动追的那个吗？承受伤害999%。女猎人可以边走边打哎、欸，我玩这个哦，那个指挥官好痛苦哦。对啊，他这个只能射两边，真的超白痴的。对啊，他只能射两边，然后这是你如果连只能站着射、欸，对啊，那个平台一往上站一点，那个下面怪就打不到，不好接。玩法有病，那个他的设计真的有病。你说你们不能往下射啊？盒子不能往下射，我们还不能移动射，哎，只能站着射，跟一直跟边跑。投票支持季风，同意，同意，同意。好，出发。四个同意，四个同意，四个同意。外星人更有力，急速炸弹会这个。哎，大凯，你可以拿来看，一开始是不是会有电池？不知道是不是跟二代一样。哇，它可以边走边射。开始有电池是什么电池？哎、欸，啊！你们怎么全部换这个啊？因为另外那一只真的玩不了、啊。这只是白痴角，不玩了。是啊。这就90年代的角色哦，只能射两边哦，比那个越南大战还恐怖哦。我这一只也只能射两边啊。你这只可以边走边射。那只移动之后要停下来射、哦。啊！你只要攻击它就会停下来，然后。只能说很智障，你等一下玩一次你就知道了。伤害没特别高。缺钱，缺钱。哎、欸，这个火箭筒我最喜欢。三個挑戰，我、哦、靠！你们这弓箭射超远的，我在这里竟然看到你们射弓箭过来啊！哪全地图啊？看我可以射过去，不知道前面是谁在射，有个蓝色的在射。哎、欸，留着那个火箭给我，我要那个开箱子有火箭那个。你是土匪吧？我才刚开到。不是啊，是一。你哪开得到啊？那个要50块。我捡到一个、啊。我知道去拿楼下那个。好。哇，没多少东西啊！快给你不要啊！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你要那个烟火？靠！哎、欸，哦，他三选一哈。三选一啊！强力弹，有人找到网了吗？没有，我下去看看好了。不是有人开始追踪了，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说开始放烟火，我刚可以躲掉啊。我去那边看看好了。这个东西呢，它虽然不怎么痛，但它还是蛮爽。它
这一代的弓箭手召唤有奖励的小恶魔，打 AOE 好强哦！哎，没拉到绳子，还好没死。这应该是攻击会流血吗？承受攻击时有机会让别人恐惧死。那怪恐惧是直接跑掉，他就不理你，他就一直没有办法靠近。痛！时间杀喽！生命值较低时，时间会暂停。我刚有一个很爽的，他都给红装哎，他是一个祭坛，会叫小恶魔。哎，我找网，开吧开吧开吧！我觉得这一代箱子真的少。噔噔噔，音乐是还不错的。噔噔噔，音乐应该就是一样吗？对，我这个身边这个是。他这个石头人比二代烂好多。确实。二代那个雷射光直接就把你射爆。哎，有一个哎。我拿一个就好，我拿一个就好。为什么这一代只有一个啊？不用有一个了，哎，好了啦，好了啦，第一要再演啦，就是那个，就是旁边看得到那个尬这些拾取神秘小品，我就拿了，我就拿了一个神秘小品，不是，有鬼就对了，这个有没有绑掉的？哦，那鬼不是我，为啥这代会只给一个？哭啊！就是希望大家这个同心协力，给需要的人。我们轮流拿嘛，下一关换谁拿？换大凯拿吧，给大凯一个机会。没问题，交给我。OK。没问题。那我先拿啊，独立啊。哎，时间暂停。我们是可以走了吗？还没，还没十秒、啊。我 OK 了。哎，不知道旁边有没有箱子、啊。那我直接走。走吧。哎呦，快结束我了！内结束关卡，我的钱呐、啊！怎么有人血比较多啊？通常说下一关给大凯的时候，大凯就会死掉。OK， 大凯死掉，那就给丁义拿。哎，王就在这里，要不要直接开啊？要不然直接开。我已经不是二代的我了。是王吗？这不是王、啊。好、啊，那不是王、啊。好痛哦、啊！欸，真的耶，掉下来真的会扣血，很痛、啊，扣很掉下去扣100多，完蛋！哎呦，又掉下来了。有这个扣血的神殿呢，这个我来一下。鲜血神殿是？鲜血神殿，这是什么？282块。我找到网啊！我缺100块。那等你们找100块，我在那个部署大量地雷。你们买完再叫。太好，这里有一个超级强的花啦！太爽啦 ！MK 导弹，我无敌啦！不是我真的要死了，那个强的花很强哎、欸！你看前面有个花，它会跳起来咬你哦，是吧？你看前面那边，哎呦我操！它很痛哦、喔，它超痛的、喔。还好我们可以走射哎、欸，不然这磨它好了。为什么我刚刚站着的时候回血也会很快、啊？我起来又起来了。我是脱离战斗，不要，你不要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不要哎、欸，你不要哎、欸！哎呦，好可怜，真的好可怜。啊，什么？什么被拿哎、欸？真的好可怜了、啊。我去那个，我去开王。你开啊！攻击让敌人减速。狐狸，不不痛。哎呀，王好像不是。岩浆虫什么？哦，这个不是老朋友嘞。完了，这是第二关的、啊。大开救！哎，还有这里，他刚是哭啊，这个拉怪，你别拉怪，吃哦。哎，他被时间暂停，大开。我们先拉扯吧。时间暂停了。我们先拉扯吧。可以，我慢慢拉。我们拉扯一下。靠 ，U 这个那么难位，然后他在那边转来转去。等一下，我有点不妙，我需要拜托他一个回血的。我也有点不妙。我在救你啊，大凯！快出出出！可以！完了，啊、这个王！被吓！我掉下来了，逐渐提供金钱。我没有掉下去，我在帮你。Oh my god！ 他在打王哎、
王一直钻来钻去的，王快钻出来了，我射大家60哎、欸，好哎、欸、我哎、欸、我剩7滴，我要走了，再见，再见。我只有七滴了，我炸到他，我炸到他了，王快死了，哎、欸、会冲，不可能，我一定要领这个，我一定要领这个，你们赶快处理哦。大概我埋地雷了，他一定会被这个地雷炸死。我、哦、靠，没有没有摔死，所以他剩160，他一定会被处理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什么效果？那个？这是什么、啊？生锈的喷气背包，提高跳跃高度并降低重力效果。好烂哦、喔！天哪、啊！多拿几个可以挑吧。没有感觉，你知道？真没有感觉。哇，这个怪哦，好，我、哦、这怪好强哦！不要啊，不香菇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他这个爬绳索上面有个怪，直接卡在那，到底怎么打？哎呦，我第二个烟花喽！哎、啊欸，对我变尸体了，哭啊！哎、欸，分局，还有没有箱子啊？没啦，没箱子啦，下一区吧。身上2000块，不知道怎样哎、欸。对啊，他这样身上2000块，不去好远。没有没有，这边都没箱子了，你们出发吧，只剩一个挂掉的、啊。你看我去看好，没找到、啊。怎样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可以买那个机器人哎、欸，靠，要的一下里。好，我有了，没事了。我治疗大海，治疗机器。哎、欸，这里有隐藏的、欸，大海，隐藏的。哎、欸，有个洞，可以进去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林毅，快走，不要让他，不要让他进去。大圣，进去。靠，要根本没路，骗人。然后要往下，要往下，不知道怎么往下，它下面有隐藏道路。要往下。你们行不行啊？哦，有一本书啊，不太行，不知道怎么进去。阿班出发吧，阿班出发吧。有一个补课哎，补课。这个应该是就是他第二关不是都会有一个隐藏洞穴吗？嗯，不是有钥匙吗？还是就是两个人，一人踩一个点的那个。可以。这里还有喷泉，哎呦，这种东西怎么会硬？我去楼上，操，完蛋！哦哦哦，欢迎怪物！什么状况啊？什么情况？哎、欸，楼上卖技能，我算下，我算下，我算下。哎、欸，楼上这边卖技能， okay. 而且是超神的技能哎、欸，这个好像是补满血的，补满血的我有、啊，我回不去了。啊，这个怎么赚1000块啊？那我们来一下这个炸弹、啊，看你们按钮。我回不去了，大概死了、哦。不是我回不去了，牛怎么是会是你的？机器人，好想要加工书。乌克丽丽都没有找到那个针头，哎、欸，不是这一代摔下来超痛，而且他摔超快的。哇，我怎么？哎、欸，对，好痛啊！哦，白白输，快快快摔死、欸！哎，我腿快断掉啦！这下是羊过，就不能下去了。是羊过吗？我直接摔到谷底哦，绝情谷，我在谷底，我上不去哦。我下来，这里还有一只牛在看我，哭啊！还有一只王啊！哦、你也看到牛了，你再往下跳就遇到我了。我已经在最下边，不是，我已经快被他们打死了。哦 ，U 啊，哦，不是。如果他再继续追，没办法用瞬移减伤吗？可以啊、哦，瞬移可以减伤，瞬移可以减伤。啊，大海你怎么不开这个、啊？哪一个？哦，我没钱啊，我缺一点。有了，我有钱。因为下面也太恐怖了，为什么有一个多眼仔，然后跟绿色？哎、欸，大海这个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你把我关起来干嘛？是什么？不是哦，不是我关的，我根本什么都没按了。Oh, 哦，危险的。哎呀，喷火龙啊！靠，喷火龙好凶啊！火恐龙，左边火恐龙。大海，你捡那个技能，你捡那个技能。小心火恐龙，看起来很酸。哎、欸，我有这个影分身的、欸。靠！快摔死了！我是盗贼，一定要这样吗、哦？是有怪的能力会把你关起来啊！哦，是有怪会把我禁锢，是不是？那我要怎么离开啊？那个鸟快把我打！哎、欸，那个鸟快把我打死嘞！来捡一下东西。不是，这是什么超级大狗啊？靠！有我挂了！喷火蜥蜴啊！那是喷火蜥蜴啊！
哦、oh, oh, 我被鸟人干掉了。哇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快速治疗真菌蘑菇。啊，有一只飞鸟啊！啊，这哎、欸，这一代的蘑菇真的、哦，这一代的蘑菇不能那个哎、欸，不能一边攻击哎。是吧？这关键这看起来也太凶了吧？这首歌可以画圈圈，大家一起补血的东西吗？有啊，我有啊，这蘑菇嘛。你、欸、被关起来了。这被关起来好像就没救了，都根本出不去啊。哎、欸，这个牛很笨哦，不利。哎、欸，这牛怎么顺上来的？瞬移。这牛这一代都会瞬移啊，这个牛它会瞬移撞。是，我们好像得先去解决那个大蜥蜴啊，不然我看你们先去偷袭那个大蜥蜴。他会打你啊，他有那个追踪火球、啊，我刚打过了。哇，不关。是，哎、欸，这怪也太硬了，这无人机作战能力好像没有到特别高、欸。你们无人机打一下五十级，我记得还蛮痛的。好，我来去打大蜥蜴。我也要来一起打。嗯。哎，你把那个火箭捡起来了吗？那个地雷。有、哦。那个爆炸。这个还蛮痛的。爆炸。应该是蛮痛的。哎、欸，我被卡住了、欸，他这个出在我身上，我撞不了、欸。哎、欸，喷火龙掉装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也可以捡装哎，什么状况？罗西，我靠，你也可以捡装哦。啊，这一关换谁捡？好啦，啊，这关不然换你捡好了。实体也能捡，对，有啊。那我无敌嘞，能捡我就是无敌的。实体也有得玩哦。这个黑暗武士到底是不是？现在打他们很快，是因为这个不是精英怪吗？啊？卡威我死了，吓死我。还是因为我们升级了。左边这个洞窟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是什么？开启容器。其实我们还没打完。啊？刚那个，这是这个吗？这个不是啊。哎呦，精英鸟人嘞、欸！等一下，这个鸟在追我。左边洞窟什么都没有。不是这个蓝鸟怎么会那个啊？一直瞬移啊。不是这个鸟超强的啊！哭啊！我偷偷是那个。大概两百万，追精英怪，对啊，这个就是啊，对啊，追啦，隔壁一大堆精英怪。OK， 我们怎么过去？直接过，没有再发。OK， 直接跑。处理。哎、欸，但我们怎么上去啊？出口在哪里？没办法开枪，右边吧。我看右边有路可以上。大概一小时。右边上面有那个开网的，在右边上面。那你开，你开，你开。这个开不了，我这个没办法互动，我只能捡东西啊。对啊，往上爬吗？无人机。他说最右边有个往上跳的吧？哦、靠，这最右边好像也爬不上去，但祭坛在上面。我都可以，我爬上去。我决定了，我要从绝情谷离开了。哦，这里哦，这里超远的。啊，怎么突然变成登山了、啊？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这个。你那个空洞骑士的大深渊还深啊，很深啊！哎、欸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啊这里没路哎。次要技能增加次数。哇，那个追踪导弹好猛哦！哎、欸，我身上8500块，我要是有那个金钱攻击就好了。刚刚有一个藏金钱炸弹，没事。哎、欸，这很高哎，还爬这么久。有，你再爬一段去吧。那我先疯狂狂掉。我觉得右边也可以爬就对了。我是左边爬上来。我已经被三个鸟包围了，哇！哦，召唤荧幕中每一个敌人的幽灵哎、欸。完全强。你召唤王的吗？哎、欸，上面有那个无人机可以拿，你们先上来看。我觉得我自己的分身感觉比较强，大概那个给你。你们先上来开箱子吧。完了，呜！大概飞下去了、欸，完完了！上面很多宝箱，上面是超多箱子啊！你看，我先开网，还得撑90秒。嘿，对，这个东西啊！我厉害！我这下面要不是下面那个超级大鬼了，我快顶不住了！等一下，真的 hold 不住了，真的 hold 不住了，先时间暂停再说了，不会摔死吗？不会啊。他这个血会帮你 cover 住，我来了。我决定把他引下来打。OK， 我跟你一起下来。不是那个超级大鬼很强啊、哎！好像
样不该。快被鸟杀啦！不是，这是什么世界大战啊？完啦！完啦！完啦！你们加油啊！我先用机器人回家写。我化身为机枪了，是啊。Boss 是那个布拉格的特罗龙啊。我是。OK。他叫做什么炼狱之王？我数了，我人数了。我也数了，直接被宰了。难度变成什么季风嘞？难度季风正常啊。就被秒了。哎，这个没办法看大家拿多少东西哦，我感觉有炸。我这场装备怎么只有三个？我这场装备也只 有三个。哦，那没炸，那没炸。哎，我有几个没炸？我只有三个，你们怎么那么多啊？那没炸，你自己没买哦。我有一个小猪铺满哦。哎，按继续哦，按继续哦。我开心角嘞。我也有心血、啊。我是因为我活着，所以我才有这些东西，好不好？哦，执行官内裤。哎呦哎！使用盾牌猛击，请一定要确定后面没有空档。来，我就试试他这个基础的这一支，我看一下你有多猛。指挥官，全能型角色，战术。我以前玩的，你像有个左轮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以前玩那个是左轮还是什么？大概就可以打人啊，第四支。哦，会隐形的嘛？对啊，前对啊，滚动然后暴击，滚动然后打屁股暴击，第四支。嗯，好，我来试一下指挥官。这只呢，在二代我也是非常喜欢的，它就是这个自瞄嘛。好、啊，是散弹啊，我们这个要贴脸的。可以边走边射啊。它这个是比较慢啊，比较慢的边走边射、啊。你等下遇到怪就知道了。你被这个水母贴，被这个水母贴就走不动了，那个水母就可以贴在你身边了、啊。这个啊是什么？超级追踪弹哦！等我拿一个加速的就知道了。盾哦 ，C 是这个长盾是不是？我刚有一个是。OK， 那我也占一个。我不管了，我就一直点了。比手速，等下我们比手速啊！我要比手速。我不要跟你们这个顺序，我要赚钱了。你们不要，我现在开始我就在。哎、欸，我输了。哎，好不好？白痴，哎，又输了。对敌人造成的伤害，你们那一只是不是以前就有了、啊？拳王是不是啊？哦，这是大师，你这是盾我盾兵呢、欸？哦，就是会一直往前冲，然后自己会冲、yeah. 会冲到悬崖下面那种。我拿到鬼火，那没有冲的招。巨斧车那可能没有吗？哎、欸，二代还有一个那个船长。哎，对，为什么要设计这么多的空格啦？哎，烟花可以用弹夹，我可以推过来、啊，我这个盾可以推过来啊，还推，有时候开绿色的好爽。嘿，三只挑战我的最爱，架盾前进很帅，25生命，架盾是无敌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感觉起来应该没有。所以哦，抱着眼镜，不确定。哦，流血刀，空了。啊，我一人一个，输了。我几把、哎？你不准备开吗？我只有50块啊。啊、我感觉要等、欸。我们先去那个好了，先去赚点钱。哎、欸，我还可以左右互搏哎、欸。我、哦、一式用匕首、欸，需要。所以这一关的我要、哦，我开到王的。所以我去开。啊，开王了。感觉开王了呢，还行，合理吧？匕首一定出吗？等一下，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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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下，好蛋，救一下。这样下，哎呦，你免水母啊，水母啊！好啊，保掉保160几块没掉啊，好啊！快点啊，快点啊，快点啊，水母啊！哇，我这把超强哎、欸！我这把还不错、嗯，我这把有红色的照顾，买技能，掉落并引爆50%的金钱，引爆！哟，散弹枪，
哦啊，绿炫弹是，哎，一次用匕首超强的啦。哦，妖嘞，270块，哇掉没有中哎。好，现在变几块？你们先别再保掉了，太保掉了。这个王，我拿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好啊，这470，处理可以了。OK， 还是没有。我来，我来，700，我来，我来。王啊！我现在风筝之王。来了，王来了！哦，不是，是有人死了，有人死了。不知道，哎、这我靠，我要死了！王的装备是我的、啊。OK， 我死了。我来领装了，我来领装了。好，我就拿一个，另外一个看谁要拿。来了，这哎，你已经拿了吗？我拿了。那弄吗？后期。那下一关给大海跟白痴吧。哦，你拿的那个好像是宝钥的，是吗？哦，我再看看啊，你们先去终点啊，右上角。有死因哎，死因是脸部重创，缩短装备冷却时间。哎，对，丁义已经有疑似用匕首了，紫色的这么扯，这不是神装吗？超强的，我看几乎必出哎，好像必出哎。灵魂弹以前是有几率而已啊，什么有几率啊？不就是打死那个怪就会拉他的灵魂出来吗？怪速，我说以前是有几率吗？他现在是杀死怪会掉，我不知道哎。对，好像精英怪是必出吧？对吗？那个祭坛。快快快，在右边，靠右吗？在一个很遥远、很遥远的地方。是这个你痛不欲生的死吗？这个没有，你还远的嘞。哇，超远的，真的超远的。这个地图超级大，我觉得等等我们得分头行动啊，要一人探左边，一人探右边啊，这地图太大了。但这个位置，这里有个赌博的，交给我。34块，这里面读过。在哪里啊？在前面 是？在我这，在我这，你就。好，要这个一直跳下来的。哦。哎，有了有了，你到了你到了，哦、这这里还有三只挑战呢，因为我有快速分裂呢。咚，战旗。哦，有。哎，我两个暴击靴嘞，我真的很猛哎。你是一次捡到两个，还是你本来就两个？你本来就一个。不是本来就一个啊，哦、他会帮你计算。打这里出发喽！出发，走！哎呦！终于要变回人类了。金钱炸弹！哎、啊，我往左上走。好、哦，那我往左边走。你们两个往右边了。嗯。那我往下面走吧。OK， 我快死了。OK， 我也快死了。这是一堆装啊！看我风筝他。OK， 这啥、啊？我们这个炸会晕诶、欸，好强哦、喔！这个晕超久的、欸，他完全动不了、欸。全能型角色。CD 很短、欸、有问题就先炸。哦，我们举盾是怎样？看一下，来后面，后面，后面。还剩个白痴花、啊，白痴花，我们举盾。丁义这一关可能会有恐龙，你有遇到？你记得要。我去顶他，我去顶他。哼，我看有点没有。我可以隔挡。地图是真大，真的大。这黄圈圈是啊，这有旗子、啊。大，这里有三只挑战。这就是开开开之前那个、啊，可以冰冻敌人，永冻土。我靠，这啥、啊？后面怎么？我靠！哎、欸，他飞过来嘞、欸！晕他，晕他！我靠，我 miss 了，我没晕到。我建议拉扯。哎呦，我就把推走。可以可以。我无敌啦！啊，换我晕。换我晕。然后我晕完了。好，可以。注意哦。欸、不是我们这样单挑超强的、欸。单挑的话了。我感觉我单挑也。换我晕。是、欸、他这是什么？我是100滴嘞，我要拉扯一下了。我这里还有鲜血神殿。有几率。欸、我找到我攻击不会减速的方法了、跳射。我回个血，我有这个香、欸。我要回。嗯，香菇开回啊。提高攻速。OK， go。分身出另一个自己，可以啊 ，DPS 这样两倍。哎呦，
王更超强，妈，直接秒杀，妈个屁，哭啊挂，完了，架盾不能那个，架盾不能，没啊，这个小怪也不用啦。我现在引分身之后超级强，超级有，我晕了，我也按到了，我早晚啊，在左边，我重叠了一下，你先晕好了，在左边，啊，你操，完蛋，哭啊！杀敌治疗，那个毒，没什么啊，不是那个毒康的，不是那个毒康的我们啊，我们架盾他那个毒直接把我毒死了。对，我在左边，然后到最下面。等一下，跑啊，是吧？快跑啊！不要啊，我啊！我也死了，我连炮台都不剩。你们，你前面啦，那个蘑菇吗？小怪有用，四转弹过去左边就往弹，这个真的是怪，太硬了啦！鬼火哭啊！这个根本就打不死。继续支援，继续支援，第一楼上。知道吗？我这边要支援，我靠他，我快摔死了！救我！你往在哪里？往哪里？我要开王，我要开王，不然不行了。在四转点上，在四转点上，四转再往左边走就动不了了，真的，我要死了，拜拜。好像。死掉！哎呀，你先开一下，有了。所以知道你们开到网了。哇、哦，三个很神秘的怪，保重。不是第二关怎么就有19000滴血啊？然后三个远古幽灵啊，这远古幽灵看起来很冲啊。这个哇，他会一直放电的、欸，哇哇，这是我们刚打那个、啊，我跟大凯有打过一只哎、欸。直到现在是三只了。哎呦，你怎么敢摔下来？我怎么这么勇哦？哎呦，我把修用哦。你好会死的、欸。不是，真的要死了。我看到大海的尸体了。大海有个升级的这个战旗，我要在里面待一下。这我的尸体现在还有战旗可以那个、啊。这个应该是你升级留下来的战旗。哇，你怎么会吸血啊？怎么那么猛啊？哇、哦，吸有吸血种子哎！我现在还挺勇的。嗯，好，等你清过去。你们要不要闪一下？你们是被打击很痛。对啊，我们就是一下就死了。下一个就是你了。我感觉。不会啊，他有吸血种子，看起来蛮猛的。等一下，这怪是真的更怪是真的多。哎呦，下面都是怪呢。等一下，我先分身。来了，我要把你火力支援。可以啊，你那个贯穿炮什么？贯穿，火力支援，贯穿。哇，我引分身之术开起来够强啊！找王吧，就剩你一个、啊。剩你啊？没有，网已经开了，网已经开了。你就是一个无人机啊。就在这下面啊！我这配置，我的天哪，他这么秋的！来，你找一个地方，我背水一战，火力支援。可以，你火力支援我。正在支援。你这个战况比尼尔还惨，就一台无人机支援，打这些东西。哎，我有在打他吗？他有在扣血，有啊！他要丢东西过来，你有看到吗？我看不到，我也不想看到，但我应该在射他。哎、你帮我看一下，我有没有射到他？有，你有射到他，你就这样。那我应该也有射到，我来火力支援你。有，钱飞过来了。嗯。哒，他很硬。有啊，那贯穿炮很猛。那边还有一堆怪，是不是？你看得到、啊？我看得到。就一个在发高射炮的啊，是这样。最后一只我也打得到，是不是？有啊，你慢慢射就死。对啦，无伤即败，轻轻松松。这就是我指挥官啊，这一关谁要拿？大海跟白痴嘛，你们一人拿一个吧。我连机关了吗？哎、欸，真痛哎、欸！我连那个机枪台都不剩了，是可以拿的吗？对，我拿了就死哎、欸！哎、欸，现在还死了！哎，怎么有这么多怪呀、啊？哇！怎么弄啊？什么状况？我也想知道什么状况啊！
他突然被一大堆小怪杀了。我走过来，一大堆的幽灵在这里啊！是不是？你有没有感？你有感受到那个高低差了？那个已经受不了了。那个鬼火是金价用。我只能说，每一只其实都有这个高低差。就再一场，再一场去大肉，这是一定。羡慕你。怎么样？忘记。好、哦。啊。我没啊。白给。白给。这怎么感觉比二代还好？我再相信一次指挥官，我觉得其实不赖。外面神猎人，你不然刚刚那只啊？啊，你们没有盗贼啊？没有啊，我们没有。刚刚那只很神秘啊，神秘啊。过关开，解救被束缚，过关五次。但我觉得那个散弹枪的跟这个现在最有料。嗯，那散弹枪伤害真的蛮，应该是最高的。很多执法者，对啊，他那个基础伤害比较高一点了。但他没有位移，盾可以举盾还能死。哎呦，哎，我没换到啊，哭啊！往右边，往右边。我 OK， 大凯，我往左边。好哇，你就直接在那个箱子上了。啊，我往左边，我往左边。算了，楼下有路哎，拿了，哎你一定有密道，我下去了。密道，我去看看呐。哎，那先开王还是这样？对，你小财奴啊！哎，有王就直接开啊。哎，小恶魔，我靠！哎，小恶魔全部装抓掉，他还给你红装哦，超爽。等一下，还。还剩四只啊，时间不够了，跑掉了！哇，王在我中啊！你要努力啊！不知道、啊、那是红装哦，那是固定给红装哦。跑掉啦！前面还有一箱小恶魔的、啊，哎、欸，我这网跑那么远。哎、欸，三只挑战者在这里，好可惜。王在不是在四转呢？没有，他全地图跑的。哦，看到他了，我跟他对决了。哎、欸，就算开网了还是可以开箱子，是不是？所以有你这个箱子好哎、欸，这个加超多的、欸，这个旗子，其实有感，嗯，很有感，比那个二代的猛十倍以上。对。还好这网。他会打人吗？他好像会打，但是不太痛，15滴。好。嘎了我先拿提高跳跃效果，咚咚，我这个散弹枪不错呢，换我抓小恶魔。嗯，你就在那边动哦，你们那边都没香了是不是？哎，没问题啊，我这里死守。干掉小恶魔！哎、欸，我披风啊，大凯，你看，你快，你可以飞了、欸。小恶魔在这里啊！谁呀、啊？哎、欸，剩五秒，我只找到一只啊！啊，又来不及了。OK。哎、欸，他说所有被隔挡的伤害，哎、欸，我要保镖都会治疗我、欸。哎，这是专属道。哎、欸，你先别开，我去隔壁保一下。OK， 我没钱了，大概277块，你要就买吧。可以，我一次机会，一抽入魂，漂亮，刀子可以，我喜欢刀子，够了、哦。等一下，50块，靠！没有，我们要赶紧跑，不然等等那个怪太强了。没错，高速，我探左边，我探左下角。我也去左下角。要四跳，是什么？西瓜、芒果跟药水。啊，大概你要留那个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哥没钱，对不对？买不了、啊。
应该是等一下。好、啊、呀，大鬼火有够强的啦！那就先刷一下。丁丁已经要死了、欸，那大鬼火就很白痴。你守护住我的屁股，我超强。有人就叫到那个了，我找到网了。正面超强，你看有看到？娘是无敌的。大凯开，还有，你就帮我靠到后面。OK，、嗯、我这边不是我跳不上去是怎样啊？等一下我下去开。有，哎，这个箱子我守这边。哎、欸，冰霜圣。不知道。哎呦，他从另外一边。那是路上。哎、欸，鲜血神殿坏掉了、欸。我没晕啊。你说你想晕 BOSS， 那可能有点难度吧。上面有个箱子。走啊，晕那个、啊。刚刚有怪，不知道怎么。哎、欸，这个 BOSS 每秒烫十一耶，应该是每跳十一耶。很痛哎、欸，我要走了。哎、欸，我完蛋了。我下好，这怎么怪跟上来了？痛！还是怪好像咬不到。我脱险后迅速恢复。棒！加油，蛋壳！好，我找个角落蹲好。好。我说为什么这个弹跳跳上去掉下来还是会扣血啊？他帮我跳的，会哦，也扣很多。哎，我就蹲这了，好解决。哎呦，你刚好捡到那红装，去！我说我快顶不住了，我站在这里了。大凯，快帮我顶正面！你怎么变机器人啦？机油好难喝，机油好难喝。我快死翘翘咯，没错，太危险，太危险了，真的太危险。打三十滴这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玩啊？三十滴呢？一下三十滴哦。可以，我这把很肥，我这把也蛮肥的，1320块。啊，我看一下有没有箱子，我这把我加五宝剑啊，我被宝剑，不打了，我不打了，快死了。大概其实你死了也已经没差，你已经没、啊、你已经没什么好失去了。西日跳的终点是什么？又是那个洞，可以捡东西不是吗？哎、欸，应该可以捡东西吧？哦，四百有发宝剑的，宝剑。嗯，大凯，你帮我探路吧，看前面有没有箱。好了，我好了。可以。我顺便往终点那边走。没有，我这边没看到。哎、欸，魂瓮哎、欸，魂瓮超强的、欸，它是复制你看得到的所有怪物哎、欸。有王吗？还是没有？不知道。复制王、那個。我就是看了，我就用了一次，它就是把小怪都复制起来。这个根本上不去啊！往出口在哪里啊？这个箱子也不能拿，往左走就行。那个箱子好难拿，那个我拿不到。这个要不要？我到得了，开不了，我开不了。要有位移是不是？哦，好痛！我要断腿喽！我开不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！断腿了，断腿了，断腿了！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！我走超慢的，有这只。我可以冰冻敌人，我根本不知道出口在哪里啊！哦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刚不在左边吗？啊，右边吗？哦，我看到了，在下面是。好啊，这么难开哦。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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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。为什么不能上去啊？什么状况？这好，我们一人带一个盾走吧。我去楼下，大凯你跟我。行吗？哎，直接开网嘞，直接开扁。对，好，喂，直接开扁。哈奇，大概来我旁边。粘土人，没事，我们。我靠！上面危险，危险！我这里很多隐身针。去那边插旗啊！我掉。上来是不是？上来插。有很多影子怪哦。影子怪，完蛋，被秒了。这影子怪好像就是我哎。是吗？好死、欸！这边秒，这怎么个旗子啊？这旗子吗？法杖。好啦，我又死了。你变机器人啦、
我去呀！你在还没拿过王装啊，大凯，你要拿吗？要不然我就拿了。我还没拿，你先拿好了。我感觉我已经跟不上进度了。我还没开到箱子。其实刚刚我也没看到。海盾，我也死了。太痛了，那个剑客真的太痛了。哎，这个剑客好像专门扛着我们的。丁义，直接走吧，我们去下一区发育了。都走了啊，快走啊！我不是啊，快走啊，丁义，快走啊，快走啊！真的 hold 不住啦。你买这个贵的，不是那无人机，不是，你先冷气。你赶快把旁边贵的买一买哦。哦，我要，上面有贵的。那我就滚下去。上面贵的。正上方也是无人机啊，这个也是无人机啊。这种贵的无人机强啊。对。还有更多无人机吗？哦，装备啊，可是我这个应该还行。哎，这边，这个箱子。挂被买到。对啦，出发啦，我们装备跟不上，你一个人也 hold 不住啊。好，那就是大家都跟不上，大家一起 hold 不住。往右边行动，我觉得我们得这个团结在一起了。右边没路。好，守护我。光之巨人。我们正面蛮强的。他死了没？死了。可以啊，你们刚好一人加一边啊，然后我站中间、OK。没钱，哭啊！没钱，先继续行动吧。还有这种大鸟鸟，大鸟鸟。OK， 又是巨人。哎，很多巨人。加盾。我加油！有，我召唤的有透明的、没有透明是我的。好、啊。我打右边。我架右边盾哦，我架左边，我架不住了。右边有一个超大史莱姆，会吃爆！我们右边好像还行哦。为什么有人死了？我架不住了。史莱姆怎么会？他们会重分子？他们会缩小。大凯怎么又变机器人啦、啊？我不架盾了，我决定换角色。你已经变机器人了。哎、欸，太多了呀！这样下盾有炸，下盾真的有炸，你要信我。不是下盾在我们减伤啊，完全没有感觉。一下140D，他那个，你就是他没办法挡屁。没事，我叫一下，我会跳下来。娘娘，快叫一下娘娘，快跑啊！我们不要在这里打、啊，hold 不住了。你们要去哪里找一个背对的吧？往前，要对左边怎么样？就往前走。OK， 退到最左边一定是无敌。我走很慢。哎，三次挑战哎、开！哎，我有时间暂停了。哎，这有个赌博哎，王哎。弟，你那个无人机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刚买的。哎，我要带这。好，叫王。好，你就待这里。你要那个绿巨人。在上面呢、欸，待这里打不到啊！上来啊！我快不行了！谁呀？你别啊！你别卖我！我很能顶啊！后面很多猪是怎样？我把时间暂停了。好，可以，我顶住了。后面有多猪啊！来这，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上面，你爬上来。好，可以，我有没有人有回血的？帮我回。完了，鸟来了、欸。你不用怕，我只要站这边，我可以晕他。你没有在晕他。他也不要过来啊！哇，这个鸟。没事，我可以闪开巨人的攻击。好，可以。太多巨人了吧？哭啊！我这位无敌，但没关系，打不到我。巨人，我家也有狙啊！巨人太多啦！我也叫了影分身巨人啊！地名开始啦！哎、欸，我竟然赢了！哇，我扛住了！哇，王有35000滴，那正常吗？那是因为有三只挑战。我上去。Oh no！ 我扛不住啊！下。靠！我又死了，什么情况啊？是丁义啦，我们去帮丁义把那个王解决掉吧。
往哪里啊？我看一下。网络上面的几只野猪啊，我们可以无脑射它的定义，只要撑住。好、哦，撑过就能赢是吧？哦、理论上是这样。我可能快就，我走快，他只扣了一千滴，我走快，快 hold 不住。我绕一下，你就射他，你就射他。我射他一下，有三次滴啊，应该可以啊。我可能要打十分钟哎、欸，你们等我一下。是大凯一起来射他、哦。好、啊，那可能得还要再五分钟了。大凯杀都不剩了，你还要憋他？哦，你说我现在是现实是拿个玩具枪帮你在屏幕前射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大凯，我这样打到他吗？好像有、哦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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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再往前一点。有，你打到了，你打到。哎、欸，他怎么有远程啊？哭啊，我要死啊！你要不要来我这边？啊，我来这边了。哎、欸，他一直叫饺子，不行，一个鸟啊，鸟啊！哇，我要怎么过去啊？我根本没路上去啊！你哎，我死了，太远程了！你想办法跳上来啊！我也很想想想办法。左边，你要从左边。左边吗？你有这个复制人啊？你有一大堆的巨人保护你啊！把下面一堆小猪了。而且你那两台无人机很强。有没有？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柱子？第一次是什么火力展示啊？哦，柱子，他这个上不来的、啊，这里是上不去的、啊。哎、欸欸欸，你可以这样偷偷的耶，你可以这样偷偷的打他，哎，他打不到啊。想要怎么偷偷的？骗他有没有这样啊？你看效率有了是有。的、啊，有啊，他在扣血、啊。没在扣血啊！快点下来啊！那是你的无人机在扣血啊！啊没事，我七秒，我七秒，等一下我七秒，我可以叫一下复制人，然后再开扁。啊，开扁。有你的复制猪，我、欸、小猪王基本上是被那个大猪碾压、欸、嗯，他爸还是他爸，那个大猪是顺便就把他踩死，而且你上面得通过这个高难度的试验才能到那里，哦，这是真的难走、欸、其实没看到，这也是真的难走，速度很高哎、欸。冲了啦！左边，然后你得走到最底。可是我刚刚走到一半，有一个断层，我就没了。真的，这里有个断层哎！我靠，这到底是什么伤害啊？这可以爬吧？这可以爬。对，这个可以爬、啊。哎，对，我快上西天了。啊，原来这可以爬。那个猪会远程，不是已经在这里啦，左边啦，你过头啦。不然我等一下跳不到怎么办？就跳了，就跳，人家想没有多难啦、啊、那你从这里爬上去啊，这里直接爬。哎、欸，这个猪是王叫的、欸欸，猪是跑爽的、欸，他一格一格跳、欸，哎、欸，啊靠 ，U 啊，好啊，红鞭子加速，你懂啊？不是你练习了那么多游戏，到底是来干啥？红鞭子加浇花。你先不要攻击，你就跑。嗯，他们好像不会跳那些猪。他们智商不太够。Okay. 无人机买了吧？快，召唤无人机，它是献祭无人机吧？哎、欸、我，哎、欸、他给什么红鞭子？哦，它是献祭。你别怕，你无人机比较强、欸。那先等一下吧。啊、嗯，他的网就卡在那里，你就在这里射吧。你先把他们复制出来啊！我已经了。我可以再近一点吗？你可以再近了。那他会远程哦。没有啊，远程是刚刚那个怪啊。王子会叫小猪啊。哎呀，小猪会乱动。哎呦喂，你小心嘞、欸！你有无人机补血啊？王在被中毒吗？怎么扣血啊？没事，你有临时护盾。OK， 你倒是射你那个炸弹啊！什么炸弹？第四招。第四招 ，OK。好，野猪挂了。小神装哎，你直接上去看看，你不要撞一下，感觉也不会死。OK， 特斯拉电圈。为什么我要信你？哦，哎，十分可怜，真的是十分可怜。
疾风，先打僵尸，先打僵尸。疾风，不是，踩一下你确实是没死啊，你自己后面不闪啊？成功多少次？我站在他胯下了。不是，刚刚是不是一下没有死？而且你至少是被撞四下才死的。冷静，我觉得没事，我们玩别款。嗯，先处理僵尸，僵尸这款比较轻松。他是有大感，这么多年过了，应该是多多少少有些改动。